这怀孕后的女人啊，各方面的反应能力都会相应的下降。你这个劳动合同啊，还真是没法再续签了。除非你压根就不想结婚生孩子。不生孩子女人不配做女人。我怎么我就不配做女人了？我下蛋的母鸡留着干什么呀？不生养个女人，别站着猫坑不拉屎。妈，这些年你们把我当卫生纸，天天替我哥擦屁股。如果你们真的要这样，为什么要生我？一个女娃下家念啥书？给我说的就行了。社会对我的歧视已经够深了，你不是只为这个世界，还跟他们一起来歧视我？什么也别管，什么也别听，特别是你们逼的女人。